爷爷开始晕了你爷爷开晕了还有个人吃了你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爽这不回来一天了来给家突然有点不适应因为这个女人要结了婚以后想给爹爹娘来一块儿哈就是感觉有点太难了家有家的事儿还人有人的事儿你说还有这小丑号结果人家说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回家又酿酒又是炖饭烧这不前段时间跟娘来一块儿还感觉特别幸福啥也不用管这今儿靠糊弄结果前几天跟娘家住的给人吃娘做了饭她感觉可幸福了这不姐没事儿然后想起来小时候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俺娘都是老是烤跟俺几个烤红薯吃那个红薯又香又甜哎呀几个来烤几个红薯那天的红薯挺好了小时候给家里边烧那个火炉的炕炉的烧那个红薯每天晚上烧可香你小时候跟俺弟弟俺妹妹俺爹俺娘往上炉那一坐哎吃的红薯吃的木木片那时候就是最幸福的事烤的火然后几个用这个炉的家里边不是没有你火炉吗？一会儿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烤，看能不能炒了1000种火。放到空气炸锅里边。跟你说那个样，我恨不得我5、6岁的时候都往那家吃一。你小时候应该也是这个样吧？都是这个样。烤馍片、烤红薯，这个时间童年的回忆，上油都嘛的。忘了你说给你订个娃娃去呢。耶，想着吃完了红薯了。开。那烤40分钟就可以了。一二一。哎，雨谁进来？小雨。高哦，山里大脚啊啊！高，那个，那个这样高，真那么高啊？真。那啥都过来，妈给你烤了葫芦。哇塞！哇，鱼看这啥？烤来了，好来，都溜油了。走，来放我这桌子上来。啊，真香，真好吃。好吃。哇，鱼最爱吃了，你看看，白开开啊。我白吃了。啊，我。越来越好吃葫芦是的俺不好吃啊你不好吃你姐妹你尝一口你都会爱上它妈妈小时候的最爱要一口、哦、你要一口要一口要吧跳不跳还可以还可以来你要一口嗯跳不跳好吃好吃哎月月给你尝一口看好吃呗嗯啊叫姐姐要一口啊嗯好甜来月月来要一口超吃好吃不？哎呀，还得大口大口的吃。哦天，这个给我，要给俺尝了，给俺学吃一块大了吧？有没有？行，你看这个地瓜都溜油了，这都是蜜汁啊，里边甜的，给你们。谢谢，不用客气。哇！那你也吗？啊？啥呀？啊？还是像胡萝卜一样。像胡萝卜一样，但是这个地瓜吃了好呢哈，吃了好放屁。地瓜吃多了都是好放屁，啥用人家都不该放屁，一放屁呀呀地瓜味儿。吃久了，凉了，你来，一把手。我抢，吃一把手抠，是不是？你看这个，你要是吃凉了，你知道。甜不甜？爷开始晕了，你。爷。甜不甜？来，甜不甜点？哎呀。看多香啊！好来皮儿，走。爷爷笑我了没？爷爷照相你来了。你不给爷爷看人脸？是俺爸爸用这个手机监视屏了。嗯。我来想你了，西西。俺想你了，奶奶。爷爷。月月，月月他在那吃烤红薯了。吃烤红薯了？吃烤红薯了。嗯。烤红薯好吃吧？好吃，甜得很。爷爷开晕了还，有个人吃了。你爷爷吃你吃。Hello。Hello。哎。你吃烤肉好吃吧？好吃。好吃都是咱奶奶做的。又香又甜。咱奶奶烤的烤的。行。行，那让他到时候让他多吃点儿。啊，咱烤了点搁这好吃的了。对了，俺这解封了，县城解封了，村里边解封了呗？知道了。还没解封了，村里边？啊，
哦。也不能打扰月月，给那洗洗血呀，都回家做好了。嗯，你我也现在解封了，该。现在吃也没开始吃一点。解封了，今天上给他孩子一回来。哦。过两天就好了，过两天就好了，应该。行，过两天就好了。哎，真好吃。也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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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开开的，开开的，就去吧，开开的吧，开开吧，开开的吧。哎呀，你跑真快。给把手，给，甩你。